第一局是我脆败，第二局是你脆败。是、啊。好，那这两局就算不存在了，决胜局。哈，我一定要抽到厉害的。决胜局来个十下吧。好，最后一次来十个啊、嗯！决胜局来十下啊！嗯。一，不行。有点弱。二，什么动静？不行。哎，死神官，你看他的好莱坞。哦。啊，不是，这是闪光 是光是吧？闪光这么帅、啊。变粉了。三。不行，还是没有神兽。四，火神鹅那个重复，重复，那我还得再喊声四啊。嗯，四也挺弱的。五，豆豆哥，我又可以喊一次了啊。嗯，五，好弱呀都。六，郡主蛇重复了，重复了，双刃丸水塔也重复。嗯，哎呀，那我应该。喊两次是不是？你一边去、啊。再喊六了啊！嗯，六，这个可以。莱西拉姆带拉基翁，其他的虽然削弱，但是这两只就够强了。这两只应该能带得动吧？我觉得。是啊。就他了。好，该我了。来，一，龙卷云火神鹅。不行。嗯。二。没有。三，我索罗亚克。四，美洛耶塔勾帕罗翁杰克罗姆炎武王，就他炎武王。哇，我给大家念一下你是谁啊、嗯、美洛耶塔炎武王双刃丸搬运小将勾搬运小将勾帕罗翁杰克罗姆。你除了搬运小将之外其他的都很牛，都不，两只御三家，三只神兽。嗯，我还能再继续往下喊不？你想喊还可以喊。真的吗？我刚才喊到六了是吧？是，还有七八九十四次机会是不是？嗯，那换了。等，我是戴拉基翁和杰克、莱西拉姆，我看我对你对阵你的神兽杰克罗姆和莱西拉姆谁厉害。我哪知道，就拼龙呗，两个人。哥巴龙完克戴拉基翁，你有钢，是是不是啊？我岩石很惨，但是你也有道，我钢克不了吧。知足常乐，也不刷了，不刷了。我感觉戴拉基翁和莱西拉姆也会再见的。计划失败了。哎呀，要是刷一下都好，这把就稳了。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夸大爆发一次啊？不可能，那么哎，这样吧，这样吧，我们对阵完了之后，不管是谁输赢，嗯、我再刷四次，看看我这次的选择是对还是不对。行，好不好？啊，我现在是不刷了，但是对战完了之后。无关胜败之后我再刷四次啊，看看我选择知足常乐是对的还是错误的啊。我感觉是对的。嗯，什么动静？谁叫的？细胞吧，人造细胞软。第五世代限定的决胜局。三二一，修仙老将，新蝙蝠。嗯，剑士功，精神强烈。哦，对，我有斗，难怪你打那么多。我新蝙蝠白学了这乱七八糟的东西了，被人一下干掉了。要不然呢？就这家伙。剑士功了。上个鱼。有。这个就够了。麻利。水流喷射。啊！水流喷射打好少。够够够！这修剑老将这么厉害吗？我让你够啊！你不是挺够的吗？气死我了！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接着前进，剑士功。哎呀，我还打了一下，不错。哎呀，我太难了。嗯，超能。嗯。大金龟。恶水加恶。应该是吧，但是我没有恶习招式。My God！拉平、嗯呀，你打了我多少血？我没看清楚。炮，分担痛楚，你还躲避了？那分担痛楚白分担了。啊，对呀、啊。刚才才蛮干过。炮，分担痛楚，死了。哎呀，死了，顶不住。大剑鬼，冷冻干燥。没有啊。水炮，哎呀。Yeah。炎武王啊，
闪焰冲锋，来希拉姆，上了，讨厌，来希拉姆，你怕是不知道，双刃头锤，这么厉害吗？我就问神通力，哎呀，没死了，这十滴血刚刚好，啊、十滴血换了个来希拉姆，大赚。多卡鲁翁，加拉吉翁，哎呦，剑舞，哈，我也剑舞，剑舞，剑舞，就看谁快了。圣剑，铁头，耶，赢了，坏了，嘿，韦洛耶塔。韦洛耶塔，古老之歌给我睡！你说我电光一闪能不能闪死你？怎么可能？你是一般加超能是吧？是。上剑啊！秒！完了，这把输了呀！杰克罗姆，这不是输了吗？意念头锤！坚实攻击如果不能命中的话，就会很惨。所以上剑！哎呀，没死！啊、不愧是杰克罗姆，耶、啊，活着！输了。上剑！一年头锤、啊、还是得靠戴拉基翁啊，哎呀，戴拉基翁好厉害呀、啊、哎呀，得戴拉基翁者得天下呀、啊、我印象里面戴拉基翁大爆发的很多，是啊，经常大爆发，耶、嗯 yeah, 戴拉基翁牛了，行了，你可以验证你那个了，我找四次了啊，嗯嗯，一没有，没有，二，这啊，不能重招是吧，嗯，三十恶龙倒是，三，比克提尼也没有刚才厉害。嗯。四，盖诺。盖诺不是这个时代的吧？哦，还好我没换。是，不是怎么着、哦？是是是。还好没换。呵。还好我留了神速的戴拉吉翁。哇，戴拉吉翁创造奇迹的能力太强了。是、啊。嗯。我们要不要再招一遍第三时代、啊？要再招的话，也应该招第四时代。第四世代有阿尔宙斯，而且第四世代有一堆超级神兽都没那个什么呢，都没登场。对啊，好，来吧来吧，第四世代补赛，快来。行。哎呀，十轮啊。好。直接十轮。来。重复了。是，等我还没到呢。啊。一。蒂亚卢卡蛮牛拉暴雪王。冲着蒂亚卢卡我就留了，我这才第一下呀。二，我喜欢用的烈火卢莎，但是只有它烧弱。三，风女王也不来。三，我可以重喊啊。嗯。三，够弱。够弱。四，谢米。谢米西多兰。这可以啊。但是帝王拿波重复了。Oh no！ 四是不是啊？是。四，洛托姆。马拉菲。五。奇拉蒂娜，你克尔舍就只有奇拉蒂娜，不行。六，小卡比兽，小卡比兽不能七，又挺低劲。艾姆利多不行啊，越招越烂了。八，这可以，洛托姆、蒂亚卢卡、雷吉西卡斯，可以。嗯，我这一组了。行，该你了。一 ，no， 嗯，二，卢卡利欧。重复了，重复了，二，哇，你看这一组啊，要是不是卢卡利欧重复的话，卢卡利欧烈火卢莎阿尔宙斯树林龟谢米，哇，爆强，还好卢卡利欧重复了，卡利欧啊，哎呀，感谢卢卡利欧，哇，要不然这一组太强了，我恨卢卡利欧，接二是吧？啊，二，克雷瑟利亚，光靠他也不行啊，象牙猪也可以战，够呛，嗯，三。又克雷斯利亚，帝王拿波，四，好弱，烈火卢莎，五，这刚才那个重复了，你这还是四吧？啊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完了，嗯，洛托姆、艾姆利多，完蛋，啊、球，最后一下、啊，卢卡溜，你这个你都不看看，那个太弱了，也好歹有尤克西啊。有洛托姆啊，有洛托姆啊，你刚才厉害了，厉害了，哇，你刚才那一次真是吓人啊，还好卢卡利又重复了，哎，这个是变身蛇的，那我身蛇岂不是重复了，我
我有两只神兽啊，这样的话我结草儿也变了一只，五只对五只合理了吧，合理。蟋蟀放下吧，你能不能放只稍强点的跟我神兽儿能匹敌的。我把利基奇卡斯放下，你放个马纽拉行了吧，你绅士鹅号称你里面最弱的吧，应该是。还有尤克西呢，最弱的。哎呀，尤克西要被你气死了。好，这是第四世代的补赛是吧？是。嗯，五对五。我十分弱，先说。准备好了吗？好。三二一，绅士鹅，雷吉卡斯。我先让他的慢启动慢慢启动着，我的意思是火焰拳，趁你慢启动点五，嚣张，我慢启动你就很嚣张了。火焰拳重鸣，哎呦不错，我果然很慢的。我还有三个回合。慢启动是那个降什么来着，所有都降，所有都降。冰冻拳冻住你，雷电拳麻痹你，没有，不动，冻住你，没有冻，没有。火焰拳，雷电拳麻痹你，麻痹。哎呀，冰冻拳，火焰拳灼伤你，死。死了，这蛮气动的，太气人了。让他先慢慢启动着，结果死了。雷，妈妞啊！俺小孩，火焰拳，活着，拜。活着。不是，我不是四倍你吗？啊，小黑！啊，火焰拳不是四倍吗？没有啊，我恶不被你克，我是冰加恶。你不是冰加恶，我是冰加恶。不是冰加钢啊？不是，我是冰加恶。火焰拳。嗯。OK，Lotgom，我来啦！啊，小黑！电磁波。过半。行啊，挺会玩啊。火波浪琴。电光一闪。还不能移动，哎，还活着。哎，早知道你攻击力那么弱，我就洗死你了，一个暗器妖害。为啥呀？电光一闪，我祸不单行，这次是弄不住你了。哎呀，鱼，虽然被你电克，我电他掉。哎呦，躲过一招，我电。对呀，弹跳打不死你，可能躲避了，还躲避了，还麻痹了，还麻痹，又躲避又麻痹的，祸不单行，水波动，好，骆驼母可以啊。哎呀，但是我选的骆驼母不利，我只能上大人物了啊，这么早就上他了，有点绝望啊，绝望，放电，不捣蛋，哎，没有问题，实力碾压。那必须的呀。谁？牧羊魔。鬼是吧？是。时光咆哮。潜行奇袭。还你快了。那我这下下一回合能动吗？应该能吧。时光咆哮。哎。好的。最后一次。哈切。你以为我就会被迫换人？你错了，时光咆哮。我才不配破坏人呢，睡着了。但是神通力我就能扛到醒过来，你信不信？你肯定疼。神通力怎么不让我出招了啊？神通力睡着了。时光咆哮，嗯，还在睡。时光咆哮，我非得要咆哮一下。哦，咆哮出来了。OK， 还得看迪亚卢卡呀。完败。